每周几成长时间，然后我今天去上一间大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请教他们去加设网站或者是自拍设备。那我们也还有
做过。哇，那你们更了不起哦，真的开创，真的更不了。哇，加油！加油！谢谢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谢谢。这、就是我们是唯一的设计。干净哎！对，然后
20秒，他会倒数计时20秒，然后洗完手，然后下去。那整个都是按照我们会务部长要求的顺序。有又有趣的游戏，因为小朋友好，那真的懒得去举手什么，那有时候我也要用这一个，那来，那个时间到了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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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来者放的真的太棒了，谢谢，开始，五，好，我们要去起立，四，三，恭喜，一，头到截止。那接下来呢，要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每个摊位上面的桌牌先收起来，再来做我们的准备了。但是像刚刚碰到三位最专业、最辛苦的，真的是我们制造的这个礼仪的最顶尖的老师，刚刚他们是绞尽脑汁的。这个光荣时刻来临，同时我们来欣赏 Vivo 为大家带来的可爱的这个科技之舞。哎，我们真的好支持，真的很棒。谢谢谢谢市长。现在就是都有那个外送，对对，他因为现在就是因为疫情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就是制作一个外送箱，然后运动太阳能板就可以，然后再加上小朋友，然后这个是开始做的，想做喽，想做的，因为那个模型，像真的很安全，因为这边它的东西是我已经帮你设计好一个更方便、更好的东西了。每一组呢，去啊来欣赏的同学们精彩的创作、精彩的作品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已经准备要来欣赏啊这个 demo 的表演喽。好，我们看到我们的陈嘉平议员又来到现场，欢迎陈嘉平议员，谢谢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看到许多学校的校长，包括协同中学的王渊泰校长又来到我们的现场，黄校长欢迎您。竹崎高中的郭春松郭校长，谢谢。还有刚刚跟大家介绍过的嘉义女中的蔡锦松蔡校长哈，然后还有我们啊依然在现场加油打气的吴元甫校长，我们红人女中，谢谢，非常的感谢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已经准备要来倒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30秒吗？好，准备倒数30秒喽。